台湾97岁高龄的外婆。天乌乌，啊要落雨，啊讲啊抓地头，啊要搞乌，啊骨头骨，啊骨着一尾暖手果，啊这阿公啊要煮食，阿妈啊要煮食，啊两个手帕弄破掉，那个锅子就弄破掉，嘣嘛，两个人打架，把那锅子打破就垮啊、哦！还有一个呢，三轮车跑得快，啊下面住一个老太太啊、哦，要5毛啊给1块，啊你说奇怪不奇怪啊？对不对？我可以拿来电台去表演哎，但我好我没有好不行啊。亲爱的外婆，圣诞快乐，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。